关于今天同学在问到镜头旋转的部分，如果要制作动画该怎么做？那这里呢，老师补充一下，有两种方式，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这边哈，先增加一个末世的镜头哦，那你就会发现这边多了一个。好，我们就来这边点到你的这个动镜头，好，那我们把它缩小，你缩小之后，你会看到它上面有一个旋转，哦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这样一旋转，这样这个镜头就有旋转的效果。好，这是第一种方式哈，第一种方式。那第二种方式呢，就是来右手边这里，这里也有一个旋转，好，也有一个旋转，所以呢。我先把刚刚这个拿掉，我们现在这样恢复到原本的。好，那如果说你想要大概旋转这个角度，那大小啦，自己再稍微调整一下。好，假设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来这个地方按绿色的这个加号，添加镜头为末世规格，这个把按一下，这样它就会依照你现有的旋转角度把镜头加进来。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是这样，等到移到后面的时候，它就照这个方式帮我们把镜头转到你指定的角度。